是住在美国纽约长岛，我本身是物理治疗师，我到病人家里帮病人做复健。在疫情期间的时候，美国纽约非常严峻，很多抗病病人恢复以后回家，我们去帮他恢复他的功能，还有一些呼吸的功能这样子。我本身从疫情到现在都没有停止工作，那我们的防护也很好，那我平常有空的话都做运动啊，蔬食啊，那就是保持一个很积极的态度。在疫情的时候，我们也帮我很多医院送口罩啊，那生活觉得很积极很愉快，那这个病毒真的不会入身啊，希望大家能够安心啊，反正防护做好的话，很快疫情就过了，大家能够就平安的生活啊。